今天是我们在 Calgary 新家里的第四天了。我们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装了网络，然后陆续去做了一些 grocery shopping。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unpack，因为我们想先把屋子里粉刷一下。这间屋子它原本的颜色呢是这种有点点偏粉，我们是想把它漆成白色的，这样看起来就是更亮一些。粉刷师傅他们今天来过了，先打磨了一下墙壁，然后做了一些边角线，可能还要4-5天这样子才能完工。之前也不懂嘛，现在开始粉刷墙壁了，然后发现选油漆的颜色真的也是一门学问。楼上虽然是漆成了白色嘛，然后但是白色的油漆里边呢，真的也是有上百种颜色。然后楼下的这面墙呢，我们到时候会装一个尺寸比较大的镭射电视，所以会选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做背景。现在是想是这个颜色呢，还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 Benjamin Moore 它比较经典的一个深蓝色。这个呢，它就是底色稍微偏灰、偏黑一点。然后这个颜色叫 Mysterious。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更偏向这个颜色。这个房间是一个比较小的客房，我们以后是想把它当做一个健身房。因为它面积比较小嘛，所以我想尝试一个比较大胆一点的颜色，就是有点橘调、有点红调的。我觉得就是在健身的时候看到这个颜色呢，就给人感觉很有活力、很想运动的样子。我现在看卡尔家里的家具店，我想明天开始就可以去看家具了。买家具有时候真的挺费神、挺费力的，但是呢，自己琢磨着怎么搭配，找到自己喜欢的家具，然后用它们呢把屋子慢慢填满，也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基本上确定下来，就是想先要一个圆的餐桌，因为我们厨房附近这里有一个 nook，就是一个三面窗的，还蛮大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基本上应该都会在这边吃饭。我觉得就是放一个圆的餐桌还蛮好看的。现在对比下来，发现可能还是我们昨天去的那家Restoration Hardware 它的那个大理石桌可能最得我们心意吧。所以我明天可能还是会再去一趟，然后再确定一下它的尺寸啊，还有颜色。炸鸡外卖。最近在看一部意大利剧，叫《My Brilliant Girlfriend》。Povero figlio mio, gira e botta, ma sempre solo quello che vuoi essere. Fa fatta lire di questo sistema loco. La fatica combinata da parlare a letto, Mike, buongiorno. Ha speso un sacco quanto per i fondi corsi. 上面都有一个孔，对，背面是镂空的，这个是我在官网上看到的，但是他们说这个 slot 这里好像有点窄。它的 space 它主要就是上面的拉下来，然后挡出来就好。的一个 Dutch oven，
这个颜色叫 Moran， 我觉得摆在任何厨房都会很好看。两个人用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买小一点的，我是特意买大，因为我们喜欢就是每次炖肉的时候就是炖一大锅，然后放在冰箱里慢慢吃。如果炖羊腿啊或者是做烤鸡的话，都能装得下。的时候就送给他们了，应该是4月12号还是13号的时候去送过去的，去寄过去的。然后今天已经是5月5号了，所以的确时间还蛮久的。当时是把这个镜头摔坏了，看一下。哦，没电，我要去把电池放上。好紧张啊，希望它像以前一样。噔噔。那简单说一下这部相机送去维修的整个过程吧。第一步呢，就是要去佳能的官网上填一个它的报修单，包括这部相机的型号啊，还有你的一些个人信息，方便他们以后把相机邮寄给你。同时呢，要在网上付它的维修费。我的这部相机呢，是刚刚过了一年的保修期，加上他们邮寄回来给你的费用呢，一共是差不多170块加币这样子。第二步呢，就是你要把相机邮寄给他们。佳能在加拿大的维修点呢是在多伦多的 Mississauga， 之后呢就是漫长的等待。在这个期间呢，你是可以在官网上去 track 它维修的整个进展程度的。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担心他们可能会修不好，因为我这相机还蛮新的嘛，所以今天拿到还是蛮开心的。天气好好啊。非常喜欢的 market， 它这里呢就非常有欧洲特色。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了。啊！这是我们的，我们的电视到了。对，元哥说这是一个投影仪。那屏幕呢？在楼上吗？这个屏幕是100寸的，我们约了他们明天 Hisense 人来帮我们装，自己装的话也可以，但是因为零件太多了。有的人自己装说可能需要4个小时。Hey, what's up? Good. Good morning. It looks great. They're actually going to slide over. It's kind of like pixels, right?
right? Yes. Mostly. System seemed to have malfunctioned.今天呢又是非常燥热的一天，但是呢我们俩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新家里终于要有第一样家具了。前两天家具店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订的大理石圆桌已经可以给我们送过来了，就是比预期提前了2个月，我们家里呢终于要有一样像样的家具了。